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单浩林。今天我把我的清风已经拿到了重庆欢乐谷了。我比较喜欢玩这个极限公园，玩出一些自己最喜欢的东西。英国萨姆那个车手一样，他也是骑清风的，同样他也是一个极限山地车手。我也想像他一样，可以把极限山地车的快乐在清风电动上面体现出来。